你带我上这儿来干嘛？据说，到现场看的次数足够多，就有可能会发现以前忽略的某个细节。 陷得太深了，在我被公安机关羁押的时候，并没有想过会有这些事儿。需要咱们锁住你宋教授，离远点，别溅一身血。你是哪头的？我是崔博远的。公开给我唱对台了，我没有杀人。这里边有邝美萍什么事儿？他们俩的关系异常敌对。你是打算利用乔二婷？如果这家伙对案件真相这么执着的话。 他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咱们所有人。能不能不要再为难那些当事人？你呀，就是学不会守规矩。老爷子的手段，你我都见识了。在咱们法律圈，你不知道哪块银子下雨。要变天了，让这事翻篇吧。应该有人帮他付出代价。合作。 这效率是，还是可牺牲的。值得你做到这个地步吗？那些当事人就像不会游泳的鱼掉进水里，拼命挣扎。他们能够试图抓到的，是救命稻草。当然不是。